我们就来玩 Minecraft 的生存版本。对，生存版本不是生存版，是 Hunter Game。啊，应该可以啊，都全部叫死亡的 Game， 不知道什么。我不应该在当众面前打密码的，懂？我呢是个长生机制，我肯定会玩的。不过呢，有个 bug 就是我们讲了。还有呢，刚刚上一场呢，我死法呢，原来是因为我吃的东西不移动，我不移动了，所以，好废。第四个地图，上次玩的地图呢，我从高处掉死了，就从高处掉下去呀。你看那些字，因为那些 bug 的关系而跳起来了。跳啊，小苹果，你死我活。不对，不要了，自己家被你抓。你看，跳吧，小苹果。好，是不是？就看你动就可以了。很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解决问题，就是这个镜头问题。如果，来吧。我这个，好久很久没有玩了，对不对？警官呢？我记得是什么？我记得。这枪是最打人。我的宝贝，没有武器啊，手无寸铁啊！好啊！哟，首先呢，你不要捡到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不要想办法，不要让你自己的命啊捡到啊，就是不要让你的机会度，这样子，不要捡到你的机会度了，喂，这样子。哎呦，好够累哦，我都吓到一下啊。哇，够累了！我去点别躺啊！哦，耶！我没有来过地方哎。哇哦！我没有来过。哇哦！今天呢，我原本有跟我朋友们拍这个的，只是我们尽量搬什么东西不到，哈哈哈。直接打密码就可以了，我们一直打回来就是旧版本，旧版本呢打反的比较麻烦一点，新版本很。二三哥一年没有玩哦，完全不懂打什么，所以呢我就看了几个 YouTube 频道的打法呢，就容易来了。就他只是叫人管那个推测。主要是呢，正好接成成功局，刚刚冰冻那个土豆变34秒吧，他这边很快呀，一时间他这边很快呀，哈哈哈哈哈，谢谢你们。对，我这场地就有点熟悉，我认得。不管是，我只需要直接赶快去。就是我的伺服器又出事了，所以呢我就拿东西拿到很那个贼啊，为什么这个旧版本的走路走到这样烂的，我走到很烂一下，很卡是不是？很卡，他刚才有人死掉啊，死在岩浆那边。
拿掉，拿掉，但你没有拿，其实。拿的，你没有拿哟，烦了这个。我很怀念以前的版本哦，以前版本直接拿就可以了哦。你怎么把那些玩我的哟？你看，我都拿了几久了哦哟，他都把的哟。啊对，他都把的哟。其实呢，师傅啊，就是比较好用。这样子啊，命啊有点大。我在按那个，我靠！坑爹！不要让你自己那个抠刀啊！其实大老师这个是用来闪人的，所以想办法设一个职业选刀，职业选刀两胜啊，我不等人，这张职业选刀呢，你来想啊，怎么可以叫人家帮你想圈套呢？真是的。有出路吗？好像有出路，我不想走那边。其实，找另外一边出路先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唯一杀出去吧，现在唯一。我想准备好食物先，人家先。啊对，我哎呦啊对，喂，那个靶啊。我先想办法杀掉旁边那个人，她是一个很脆弱的女生吧？男生，搞错了，男生，她是男生，耶、yeah! ！What the heck？ 你要反应要够快才可以的，把刀。要反应够快，反应要够快。那个人慢了哦，喂，进去签到吧，朋友。Yes， 我骗子事情啊，虽然我不知道本是一个岩浆。哎呦，最后一个都是我杀，只剩下三个人吧。好啊，找其余的另外两个人先，我先找那个人先干掉了之后，就只剩下我一个跟另外一个。哦，他死掉了。不，他没有死到，他装死吧？有人装死哦，有人坏坏装死哦。喂，有看不到是吗？有看不到是吗？哎，我不行啊，我没有吃到食物，哎呀，没有吃东西啊，要吃东西啊，我忘记啊，最基本的就是要先去吃点东西，后才去打他，我太激动了，我不行。喂，这个场地新的嘞，这个场地有更加简单，跳下去直接可以拿到了，我不想跟他 team 了，现在，为什么呢？没看人家 skin 呢。就是那个最知名什么那个人啊，有戴耳环啊，我以为他是女生啊，男生戴耳环通常都会给老阿妈女生网吧，真的，以前的老阿妈，他们现在老阿妈全部会说，你这个小金啊，你给我戴耳环是啊，你这个，我只会讲是女生吧，不讲是男生，哈哈，很久没有玩很多 game 了，很激动啊，刚很多 game 我错了，我应该先吃东西先的，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我都忘掉了。没有啊，什么？因为 TT 准看太多，所以我厉害啊！看多一点 TT 准，你叫我。不对劲。嗯，还有30秒。大家记得来看 TT 准哦，这样子你们就会变得很。谁是 VIP 我杀掉啊，那个 VIP 是吗？第二个 VIP 我先杀掉啊，没有 VIP 很好的，他们都有那些先辈武器，我直接从外面跳过去，他们可以啊，我脚麻了，去，
我的，还没有办法跳回，不能这。Oop oop， 哇，全部人抢先吃手纹哦，哇，全部疯狂地抢箱子。我的饥饿度有在扣啊，我的饥饿度现在，哎，很奇怪哦。很 lag 哦，你可以不要这样 lag 啊。那个麦我不懂这个公司叫什么，总之他们是很 lag 就对了。现在呢，他们应该找不到出路吧？我的，树苗树苗，人家想要找箱子啊，歹楼箱子，这厂的箱子较为少一点。走上面好了，完全没有武器了哦。哎 ，lag 其实呢是 lag 哎 ，lag 啊 lag 啊 lag 啊 lag 啊，一直好像提那首歌 lag 啊 lag 啊 lag 啊，那首歌不懂那首歌叫名字其实，还没有我饥饿度哇，我的饥饿度哇，捡到很低啊，好像快，连个箱子都没有找到哎喂。起码给我一把刀，刀喂喂，给我找下嘞，喂，喂，喂，唉，有没有？我看这场我已经死了，如果没有死的话，请大家买马票，请大家买2020/16，对，2020/16，我的，我的，注意啊，上面那个先，上面有箱子代表。哇，这边，我的嘿，我只好用打火机来杀掉啊！喂，咋啦？哎呀，我哄我啊！现在我很饿啊，不行啊！我也打不到他，现在饿了，饿的情况之下，我是打不到人的，真的。不要给他看到，不要给他看到，给他看到的话，我们的做的事情有前功后废啊，真的。不要给他看到，不要给他看到。叶箱子，找箱子先，找箱子，箱子，喂，箱子，你在哪里？箱子，中午我有高山才有箱子啊！啊，这一炮真的，如果你有先有装备的话，我看你要比较有机会的。现在杀下去啊，现在情况。只剩下七个玩家吧，现在。哎呦，这个枪真少哎。Skywall 是直接很废，我真的不想玩 Skywall 现在最近。哎呀，没有力，没有力啊！算了，走吧，我没有力气走那边。哎呦呦，早知道就先要有装备先了。有箱子 ，yes， 有箱子，不要扣到命了，是不是扣到命了啊？哇，一大堆箱子，哇，两个，耶，马铃薯，马铃薯是最好的，我很奇怪，走得很慢呢。哎，给我一个弓又有什么用处？好歹也给我一个剑啊！你给我弓，可是我要有剑才可以用到弓啊！哇，这边我想要做那个镐嘞，做不出来耶。crossing table 在那边呢，
哎呦，这边的木又不可以用嘞，我的，我应该可以反败为胜吧？完了，我无法反败为胜啊！我看我知道，我一定给敌人杀掉了。我那个时候一定是很饿的那种情况。我觉得我要自杀。然后我吃不到了，然后我不可以吃的，然后吃了我一定闯大祸的，没错是这样的。以前的人就有教，外观应该吃牛肉都会出大事的，我才不讲，要出大出事的就是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之类的。我才没有那么笨。OK，一定要补满，随时都要补满你那个格数。不管多少都好，这样子的话你才有命啊！最重要你玩的最重要就是食物啊，你没有食物的话，你也是死定了。金剑呢，其实是好用的，不是讲说一下子就吃完啦、啊，就是你啊，快一颗你赶快吃，不是这样子，是你啊，够到相当于那个食物可以承受那个。那个毫升的时候呢，你才吃下去，就到比如说三哥啊，我们有点三哥，然后你就吃面包，这样子才是对的，懂吗？我昨晚去，哇，这个坑，那个坑洞很大哦，我不够那个木来做，哎呦，如果够的话，早就做金，我早就做钻石装了。其实可以挂嘛，好像不可以挂哦，那我那些铁不是没有用啊，啥的我都，哎我。我们有试过用跨境，他们的工作台那些什么东西之类的，啊，拿不到了，该不是以前版本存在的东西来的吧？我怀疑那些是以前的版本存在的东西，因为以前版本呢很麻烦的，都是用那些，都是有些 bug 啦，就是会，哎呦。哎呀，我刚不会拿鞋哦，哎呦，啥哦，我不会拿血纸出来的哦。啊，可以应付到。哎，中我这个有彩，我还没有夸嘞，我还没夸三个，所以，我教大家东西，我自己忘记啊。还能办嘞，你就要打一下它，也不用。你要自己慢慢等他在那边。耶！我的，哎呦！炸没到，炸没到，炸没到！我的嘿！给推进，哈！击退键。你死啊！这是，你给我打这一场是不是？你死啊！你自己是你自己死。Unfortunately，哎呀，去，还差这样也能杀啦！哦，我这边啊，玩那一战好了。哎，我填满了，我怎么还可以？打打打打！哎呦，打不到啊！这样也不是办法，我试下。我的，哈，还能打我？你看我一直点不到火。如果我有要打的话，我就要去直接干掉。我要命！我不过那格数给他打下去。我不够格数跟他打着，你等我，你跟你讲。哎，我补命都要花这么多啊！哇啥哦？哎，你当我是白痴啊？喂，我打还一点点吧。喂，yes，我赢了，大舅，老子我可是很强的呢。
所以我都讲了，你玩这款游戏呢，你最重要是要填好你的命，就是说你要吃饱好，你要吃饱来先，你才可以玩，不然的话啊，你是不够你的对手多的。虽然刚刚跟刚刚动作是没有关系啊，是没关系的，哈哈哈，是没关系的，不用管了，不用在意这种细节啊，这种很不需要细节，也不用在意。所以今天就拍到如此哦，拜拜，我是安德欧。